们现在来到了韩国时尚界的巨匠李相凤的秀场。선생님께서늘전에도한국적인부분을많이강조하시고여성적인부분이많이강조가돼서많이좋아하고있었어요잘보고가도록하겠습니다上次以蝴蝶和梦想为主题的设计好评如潮，这次设计师也采用类似水墨画里的牡丹，在现代服装上添加了韩国传统的美感。제마음을이렇게좀담고싶었어요이번무대에서그래서목단이하나하나가지워지는그래서내마음의모든걸좀비우려고했었고요그비움으로다시시작을하고싶은마음이이번컬렉션을준비했습니다像牡丹花瓣的层次加上立体的剪裁还有充满女性元素的细节都非常的吸引人